来玩这款游戏，狗狗收容所，喵喵。收容所餐厅暂时停业定。What? No. 奶奶已经离开我们了，凶手甚至还逍遥法外。跳过啦，人的新闻。这是我们的浪浪之家，我可以重新取个名称吗？我想取一个名称呢。我取为。哮天犬痛 痛苦 好啦，厉害吧？这边的狗狗都是十分强悍的。第一位，它叫旺财。旺财，清理旺财，狗盆，点击。哎呦，点击下去，手机会震动耶。好啦，有顾客来了，他有领养的需求。这边还有重置耶，领养获得了什么？趴树哦。那我们先领养了。领养以后，狗狗就不见了。食物间进行升级。第二只流浪狗，哦呦，发豆收容，两岁了。食物间狗粮，它在吃了，吃的时候要等个几秒吧。大概5秒时间内，如此重复啊！接下来再给他领养，解锁狗狗的故事卡。好，被领养以后，他过得很幸福又很快乐啊！收容一只。有金币，好热闹哦。餐厅这边交给服务生去打理就好了啦。狗狗这边目前只有一个位置而已哦。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啊？收容，它出现在右上方，有一台车啊。整理，领养。喂，升级了，收容所数量啊，还有收益都提高了。餐厅。这狗狗怎么有个上升标志啊？可以升级啊！领养又一位啊！右上方车车，来贵宾狗，餐厅需要达到二阶，这个都要等待哦。上方都有任务啊。点一点，收容上线，这边可以提升了，完成，领养，啊，甚至算领养5位了，它等于是经营餐厅玩法，然后再多一个狗狗收容，那也可以用猫咪啊，也可以用那个猫咪收容啊，解锁新房间。招募2名员工，这不行嘞。
哦，这里也可以再一个妹子好了。我招募了吧？升级狗狗十次，是这样有点忙哎，你要去顾狗狗那边。这边也有员工委任，好啦，接下来应该是完全放置了吧？你看狗狗这边已经有员工了啊、哦，而且尽可能要用妹子，好吧？这是我的私心啊！现在就是等待期了吗？运动间升级，钻石我没有啊。食物间开第二个饭盆也有了、哦，好，这边可以获取那个营养值的、啊，也就是它这样子升级就会变快，是不是？两盆，好啦，车又来了。其实是还不错玩啦、啊、因为它整是有两种元素在里面，所以你玩起来的时候会比较忙一点，这样子的话整体的节奏啊就不会变得太慢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处理两件事情啦、啊、哦喂喂，你养成功，收容上限还可以，那、啊、这边可以提升了、啊，能提升的话就赶快把狗狗给送出去哦，这样真能升级了。解锁新狗狗，哦，这边有冠军，这什么？连续跳跃，是什么？点击画面，哦。好、啊、看什么时候摔下来，是不是？哦，好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小品游戏，来，上方有任务，点一点。然后右上方啊，这个后续调查这里的上方会有一台车的时候，你就赶快把狗狗给接进来。现在呢，我们找可以提升的狗狗，提升完成，其他员工可以吧？我又请了一名员工来，这是运动间啊，委任第三个员工，车来了，收容。整体玩法就是这样，喜欢的话下载玩看看吧，这还挺不错的啦，大家拜。